广告，广告。腾讯视频 v.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 我要反馈暂停，下一集 0:01:40 直播 ,1:40 弹幕高清超清 ,720p, 高清 480p, 标清 270p, 倍速 0.5x, 1.0x, 1.25x, 5x, 2.0x, 倍速播放。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。广告，多名欧洲华裔天才愿回国效力。足协政策化规划球员入籍 50%,75%,100%,0726米00。 播放模式 HTML5HD, 分辨率 1920x1080, 视频宽高 848x4321,250%, 视频协议 http://cdmv.hotakami.video.com/.com 下载速度，缓冲质量，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, 2018年7月21日 15:01:57, 播放流水 43F7C26D73C54AB4EF9A98F9586 4EA83702001,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。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，多名欧洲华裔天才愿回国效力。足协政策化规划球员入籍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dndodatavidemi0o.img.http.news.gtimg.com.nuzapls0466764000 视频，多名欧洲华裔天才愿回国效力。足协政策化规划球员入籍，时长约1:40。腾讯体育8月3日讯，富力俱乐部官方宣布，前英超豪门曼城的预备队队长、港籍球员谢家强正式加盟港超富力。谢家强，1992年5月3日生，身高 1.85 米，生于英国索尔福德，港爱混血儿，司职防守中场，其爸爸为香港人，妈妈是爱尔兰人。2004年曾前往曼联试训，2005年加盟曼城青训营 U14 梯队，并在曼城各级梯队受训长达7年。2009年11月他曾被评选当月青训营最佳球员，2011-12赛季升入预备队，一度被授予队长袖标，还获球队列入欧冠杯参赛 B 名单，成为首位入选欧冠联赛参赛名单的香港球员。直到2012年5月他获香港老牌球会拿黄招揽回流香港。2017年8月转投和富大埔，为大埔历史性夺得2017-18赛季三亚王立下汗马功劳。身高1.85米的谢家强拥有灵巧速度，能胜任中后卫和防守中场等角色，被视为中国香港队的防线希望。2013年他入选中国香港队，参加了东亚杯和省港的杯等比赛。富力俱乐部在官方公告中写道，广大球迷媒体朋友们 ,RMF 富力与球员谢家强 ,C, Sean Quarkum, 就加盟一事达成一致，双方已签署工作合同，球员谢家强正式加盟 RMF 富力队。我俱乐部相信，有了谢家强的加盟，必将增强球队阵容的厚度。希望谢家强加盟 RMF 富力队后能尽快融入团队，在2018-19赛季的港超赛场有出色的发挥，帮助球队取得优异成绩。